老婆回来了。在家你不知道给我开门？你不是带着钥匙？哎，怎么了？哟，嘴接两调的，谁欺负我老婆了？怎么了？摔摔打打的，说话呀！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啊！啊，又怀上了？我搞不好要辞职了。嗨，辞职那你不是家常便饭吗？至于这么严重吗？你懂什么呀？主动辞职和被迫辞职能一样吗？我现在能随便下岗吗？每一分钱对我来说多重要啊！咱们是既有内债又有外债，我丢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丢工作。有道理。丢工作？哎，怎么回事啊？你别提了，破经理，三天两头定我加班。哎呀，那咱就加班呗。我能随便加班吗？我现在哪天晚上不是课呀？那也不能怪人经理啊。你又不想加班，又想两头都站好，那哪成了？哎，你替谁说话呢？你站在哪波呢？啊，反倒这事儿变成我的不是了。我加班，他应该感谢我吧？一分钱加班工资不给我，现在我不肯加了，还变成我欠他的了。哎呀，这就是亚洲文化的特色。哪个亚洲人不加班啊？你要是不努力不加班啊，当心别人把你挤掉。哎，挤掉你个头啊，苏春，你有没有搞错啊？我你老婆在外面受欺负了，哎，你不安慰我一句，你还替别人讲话，你脑子坏掉了？哎呀，你指甲好几天都没剪了，你当慢子，你这干嘛呢？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搞清楚，我不加班为什么呀？我不是为这个家，难道我出去玩了？我跟你说啊，你说什么说，全都因为你。不好意思讲明了，人家男的有本事的，谁肯让自己的老婆在外面又工作又受气啊？你自己看看这个小区里边的哪个女的不是在家又当太太又享清福的呀？哎，凭什么到我还拼死拼活的，没有你半句好话？哎，行了行了，都怪我不好，行了吧？本来就怪你。好了好了，都怪我不好。我老婆那对咱们家的贡献，那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那是贡献打打的。你少来。哎，真的真的，没有你就没咱这个家，咱这日子就过不下去。别生气了，来喝水。喝什么喝啊，那么烫。你看啊，我呢只不过是想让你换个角度劝你嘛，不就是破工作吗？大不了咱不干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俗话说得好，此处不留奶，自有留奶处。别生气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好呀，你样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做贼一样的。哟，你还抱那么紧，拿过来。什么呀？哎，哎，什么奖金啊？奖金，我帮别人画图挣的。说说看，抵你好几个月的工资了吧？随便画，只当你是失业救济金吧。你挣再多都没眼睛看，跟我没关系。耶，奇怪不了，奇怪不了，你刚才不是还说吗？你看别人男人多么有本事，让自己老婆享清福当太太，我这不是如数都上交了吗？你怎么还生气啊？那我那份工作要是不丢的话，加上你这份多余的钱，那不是双份了？现在平白无故丢了份工作，不等于多少一分钱？我，哎呦，我说我老婆呀，
那你可真是没办法呀。哎呀，这钱呢，一旦进了你的手，想要再让你掏出来，那可真比登天都难呐。多少？10000。你这么想啊？你现在每天上课挣的钱，都超过你的工资了。也就是说，有没有这工作其实都无所谓，大不了咱们不干，在家享清福。我不要享清福，我要挣钱。啊，挣钱挣钱！你都要辞职，还怎么挣钱啊？哎，海平，你不会马上就辞职吧？眼看要到年底了，你都一年干过来了，你好歹也要把年终奖金拿到手里头吧？放心哈，我没那么傻，想让我现在走人没门儿。哎，您看电影了吗？看了。怎么样，那电影？还不错吧，两小无猜，看过吗？哎，没有。这。办公来了，霍姐，你来了。谁干的？谁干的？我还没辞职呢。我桌子呢？是你搬的是吧？好，那我今天就在你这儿上班了。你不是不愿意上班吗？那从现在开始你就没有什么工好办了啊。哦，对了，你的办公桌呢就放在走廊里，就那个厕所旁边。从现在开始，你愿意看杂志也好啊，看报纸也好，没人管了。但是我警告你，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在那个办公桌旁边坐着啊，不能离开。如果3次点名不到，你就是无故旷工啊，那就是会被开除的。这个呢可是公司工作条例明文规定的哟。行了，你也不用跟我讲这么多，你不就想让我辞职吗？可以，我辞，你把我奖金给我。哎呦，说奖金呐，哎呦，我差点忘了，你说今年这个奖金各部门还都挺多，这个比平均奖还多出几分。可是公司临时通知，年前先不发，年后3月份统计统计再说。这个如果说统计的慢的话，4月份5月份不这个都不一定。所以啊，你就在你那个厕所旁边坐着慢慢等吧。我女儿还小，我父母都老了，千万不能为了这个杂碎蹲监狱，一定要冷静。你旷工一次，你说他们凭什么扣我钱？凭什么扣我钱？啊，想叫我滚蛋门都没有！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起，明天开始起，我就堵在厕所门口，我谁也不让上厕所，我看他们给不给我钱。哎，海平。你想开点吗？不就是那么点钱吗？弄得你心情这么糟糕，给就给，不给就算了。人不能为了那么点钱连自尊都不要了。自尊值几个钱啊？自尊值几个钱啊？你以为我真心疼那点钱？我也就是忍不下这口气嘛。你说凭什么？当时说好的一年里面80%做工资发，20%做年终奖，那他现在扣的不就是我一年里面20%的辛苦钱吗？你说我凭什么忍这口气？哎呀，海平啊，你先冷静点好不好？这样子吧，晚上等我回去咱们再说。我现在上班呢，你呢，现在赶紧回家，哪儿都别去。听见了没有？不好意思啊，我老婆单位呢闹点小矛盾。你这老婆啊，她不都是这样的，偶尔偶尔。
姐，我刚打你办公室，他们说你回家了，你没事吧？海总，你怎么哭了呀？出什么事了？你先别哭呀，到底怎么回事？你说呀。是不是素纯欺负你了啊？是他吗？我找他去。不是素纯。那你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好了好了，你等我啊，我马上过去。小刘，麻烦你帮我请个假吧。哎，好。不好意思，本来呢我想跟你一起坚守阵地的，但我想来想去，人家给的价位也就这样了，再高也不现实了。国家补偿点，自己出一点，随便找套房子住就算了，总比把屎拉在马桶里强，对吧？哎呦，老邻居嘞，不要不好意思，人各有志吧。你们要走就走，我要留呢，你们也就随我留，不要来劝我了。我要是能啊，出得起你们那部分钱，我也就搬来。那你多保重啊，我们走了。再见。再见。当心哦，别难过了啊。奶，自己当心。好好，放心。劝过了。哦，劝过了。老太太死犟。啊。不过你们也要理解她家的难处。嗯。家里确实没钱，不行，我看你们就多补贴她两个吧。早就补贴过了，他现在啊不是多要几个钱，哎，他靠这件鸽子货变成这金凤凰，你说咋整啊？就这事儿啊，我还以为怎么了呢，看你哭的。那姐，你干嘛给自己找不愉快呢？辞就辞呗，不就几千块钱吗？我补给你啊，别哭了。这不是钱的问题，他们这是故意的，让我坐在厕所门口，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好好好，这样吧，我看你先别去单位了，去了也别扭。这事交给我吧，我替你想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你就别管了，放心吧啊。喂，怎么了？谁招惹你了？生那么大气？我姐被人欺负了。啊？你等会儿啊。我觉得呀，这事儿也就算了吧。啊？你想啊，人家铁了心的不给你姐钱，你姐还能为这点钱把人告了呀？现在哪个公司不加班啊？啊，你姐不加班，还对人总经理那么凶，人家不整了才怪了。你怎么这样说话呀？哎，你到底像谁的呀？我只向着你。哎，这样吧，
你回去跟姐姐说一声，让她踏踏实实先把这年过了，别因为这点破事儿连年都过不好，啊。听声音好像不太高兴啊。我不想说话，我烦着呢。工作上遇着麻烦了？我不想说，说了也得不到同情，好像都是我的错。说说看吧，没准我会同情你。同情有什么用啊？同情又不能解决问题。今天晚上我想见你。我没心情，我也没时间，我晚上还得回去陪我姐呢。你呀，自己回去清静去吧啊。什么事儿？赶紧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就是我姐，她在单位被人欺负了，好几千块钱呢，他们单位赖着不给她。哎，我当多大的事儿？你说你姐姐真是的，上班都这么多年了，气量怎么还这么小啊？不就是几千块钱吗？拉倒吧，啊！你讨厌，我说了不说不说，你偏让我说，你不帮忙就算了吧，你还说风凉话，我不想理你了。不是我不帮这个忙，这忙我没法帮啊。那要怎么帮啊？再说这事儿也不值得我出手啊。告诉你姐啊，让她眼光放远。工作会有的，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再说了，这世界上原本就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如愿的，让他想开点吧。世界上就是因为像你这样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太多了，所以才有那么多平民百姓受欺负。你还觉得理所当然？你就跟以前那个皇帝似的，问百姓受灾了没米吃，你怎么不吃肉糜呢？皇上，我离皇上还差得远呢。那要依着你这个正义感很强的啊，替老百姓伸冤的小姑娘的意见，这事儿该怎么办？那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了，怎么着也得把钱要回来。要不这样吧，我替你出个主意。你跟人硬碰硬啊，肯定是不行，但是你可以软抗啊。不就是想把钱要回来，再出一口气吗？你啊，叫你姐到地段医院去开个肝病证明，或者随便什么病，啊，心脏病啊、肾病啊都行，让医院先给开两个月的假，他也不必去上班，钱呢，人家单位也不敢不给。等混过这两三个月，谁吃亏就说不准了。嗯，对了，一定要让你姐啊，拿出长期泡病的架势来，要是过一段时间再拿个工伤证明。巨额的医药费去报销，人家肯定主动让他走人。我现在真是给你这小丫头搞得没办法。为了讨你高兴，居然跟你一起玩这种猫捉耗子的游戏。那好吧，我要你去替我找医生，我要这两天就拿到病假条。又是我，这我不干啊，你自己去想办法，我都替你出了馊主意了。你不会让我把水也端你面前吧？我这个身份干这种事儿太丢人。你去，你去，你去嘛！我又不认识人。行行，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个号码，你去找这个人，就说是我让你去找他的，他会替你办妥。不过说真话，孩子，我还是觉得让你姐算了吧，为这点小事麻烦人，何必呢？闭嘴，快去，快把那个电话发给我啊。
这什么？病假条啊！您不会给日本人打工打的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吧？您看好了，上面写着休四个月。休四个月，也就是说三月份的时候我是肯定上不了班了，四五月也说不定，要是心情不好很可能会休一年。麻烦你发奖金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一声，给我打电话，我手机24小时开机。没想到老人家人缘很好吗？嗯，你给我介绍的那个人啊，真的好热情啊！他给我找了好几家医院，他说多找几家，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打败他们。我说要谢谢他，他还说不用谢。那你光谢他不谢我呀？我当然要谢人家了，我干嘛要谢你啊？我人都是你的了。哎呀，你现在觉得是理所应当了，这样可不好，还是应该礼尚往来啊。这里拿上，万一要碰上什么突然用钱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了。我都说了我不需要了，你怎么还这样啊？我要是因为你的钱，我就直接去找大款了。请你不要拒绝我。如果你是希望在我这儿放个安心，那我收下。可是我还是要明确的告诉你，我真的不需要。我知道。回来了，嗯，我等你都没吃饭。哎，对了，我们公司王丹带的那盐水鸭，你要不要尝尝？我不饿，我不吃了，我陪你吧。今天是你老板送你回来的？不是，一个客户，我们晚上谈业务谈太晚了，他住那附近就顺便送我回来了，主要是怕我不安全。都听说最近街上有狼头党啊，对准那种夜行的女人就敲呢。对对对，我也听说了。以后啊，你要是晚上下班晚了，坐公车回来，你先给我打个电话，我去车站接你啊。嗯，我先刷牙了，我有点累了。好，哎，你真不吃点啊？真不吃了。好吧。回来了。先睡了。哎，今天我去隔壁老周家看了，装修完了，真不错。咱们家也装修一下吧。我跟算了，这种房子再装也就这样。再说了，低调一点好。哎，我们以爸妈的名义买套房子。算了吧，树大招风。这人有了钱不吃不喝不花的，衣服不许穿好的，家具不许买贵的，那你有钱有什么用啊？你怎么了？如果你真是这么希望享受生活，那你就扛着我脑袋去好。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我妻子。
这一出手几万十几万，钱哪来呢？行，你说怎样就怎样。不过你那女儿啊，成绩是真不好，我看想进好的高中难，好大学就更难了。你为她想过没有？当然想过了。放心吧，这些事儿我会考虑的。擦把脸去。你弟弟晚上来电话了，说陈思福又给他送钱去了，问你怎么办。嗯，明天我给他打电话。他没说爸妈怎么样。说你爸还是老样子，基本靠小菊伺候。你妈倒清闲了，整天出去打麻将。这要过年了，再给咱们寄点钱吧。我不再跟前了，这照顾爸妈全靠我弟弟跟小菊了。寄多少？你看着办吧。哎，对了，这过年啊，我们老同学要聚会，在外地。20年了，真快，都老了。过年啊，过年我去不了。弟弟来，我们家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你们怎么安排在过年这时候？还跑去外地呀、啊？嗨，一个同学在外地开了一个酒店，管吃管住，就当度假了。你要去不了不勉强。在哪儿呢？还不知道，我等他们通知了。啊，睡了。咱们俩是不是好久没那什么了？现在真老了，一忙起来一两个月都想不到那事儿。要是以前，绝对不可能的。这人家30岁和40岁差别真大。尤其是男的。我今天有点累了。下次，下次有需要啊，先预约一下。要不，咱们暂定礼拜六怎么样？你还以为你专家门诊要预约啊？我是觉得我们两人老这样，实在说不过去，才主动安慰你一下啊。不领教算了。我啊。你没看见我们经理那个馒头脸，当场就绿了，我快爽疯掉了。这下你解气了吧？可以高高兴兴的过年了。你也是的，你说你怎么不早点认识他？你要早点认识他，我怀孕那时候也没必要挺着那么大一个肚子，工作到最后一天，哎，临生前一天才放我休息啊，还有说是让我休产假，一分钱工资都不给我。No no no， 你现在要这样说了吧？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有感而发。我真觉得现在你要是没有熟人，没有后台，办事根本不行，只有被欺负的份儿。就是，就是什么呀？我还说你呢，你打算以后跟他怎么办啊？跟这样一个男的混，混多久？不是我没警告你啊，小北迟早会知道的。你说你跟他，我跟他不会有结果的。他是个走仕途的人，和我呢不过是招路，找个机会我还是要和他断的，这点我想得很清楚。切，就怕你想得清楚做不清楚。姐，干嘛？
过年的时候有两三天呢，那个宋叔要带我出去一趟，他说万一小贝问起我，你得替我想想办法哦。你就做吧，我发现谁越对你好，你越拿谁不当回事儿。你有这么骗小贝的吗？这也是我的痛苦所在吗？我现在就像一半是海水，一半呢是火焰，我两边都欲罢不能啊。其实我也知道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长久，只是我还没想好，我下不了决心嘛。这个周末爸妈过来，叫小贝一块儿过来吃饭吧。嗯，喂，你好。是小郭吗？对，是我。您是哪位啊？没事，我是经理啊。哦，您好，有什么事儿吧？最近身体怎么样啊？身体不太好，是好是坏吧？主要是同事们呐关心你。关心我？不会吧？您不是说还要把我放在厕所门口气死吗？我这个身体吧真挺奇怪的，心情好的时候吧什么事都没有，要是心情一不好，尤其想到有人要气死我吧，我就头也晕，这个站都站不住，真的不太好说。哦，是这么回事。我刚刚和老板开了个会，老板呢也非常关心你，专门嘱咐我呢给你打一个电话问候一下。哦，那您替我谢谢他。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如果明天你有时间，并且呢心情好、身体好的情况下，能不能来公司一下？咱们面谈一下。好，我看明天身体情况，我尽量吧。啊，好好好，那好，你多注意休息啊，咱们明天见。好。喂，海藻，哎，我刚从办公室出来，我跟你说啊，他们要我辞职，连辞职报告都替我写好了。那你怎么办？我签了呀。啊，反正钱都拿到了，还怕什么呀？那你还打算找工作吗？过完年再说吧，我想先陪陪女儿，现在反正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陪然然，可以办年货了。哎，你点名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嗯，好，我和你一起去。你不用上班啊？那好，一会儿见啊。来来来，姐姐姐，哎，这个好喝啊，几个拿两颗啊。哇，哎，这个可以，思纯爱吃，不能再买了，不，真的不能再买了。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我来，小姐，我来，你真是的，你特别抢工资啦！今年是坐直升飞机上的，嗯，终于过上了工资过万、上两天休五天的日子，我的梦想啊实现！上两天休五天，还过万了，嗯，如果年终奖补起来的话就差不多了。哎，姐，你还记得上次我去无锡的事儿吗？啊。那边的款到账了，我们老板这两天要换了一辆宝马。对，要是没有老宋啊，估计他现在还在跟人家纠缠呢。所以他只是拿老宋的钱呢，转手分了我那么一点点，他拿的才是大头。我看到这两天真是乐得屁颠屁颠。
个。来了，刚办了点年货。坐。哎，这不下雨吗？刚刚通知我让我回去，我这也用不上了，我就打算给您家里送去，都在车里摆着呢，要不然我带着过去。过年怎么回去？这开车回去。换车了。无锡那笔款子一到哈，您猜怎么着？赚的正好能买辆宝马。那就是说无锡这一趟赚了不少了。你小子怎么有一个就花一个？有没想着把公司做大点？我正是这么想的。我买车可不是为我自己啊，那是为了公司的面子。您想想，现在这人，你开奥迪出去，他都不搭理你，觉得您没实力。那你是不是觉得开一宝马就有实力了？什么时候回来？怎么也得初十吧，工人全都走了，回来怎么也得十五。我一直在公司里待着也没劲呢。这样，你初八就回来吧。初九有一个港商来，你全陪一下，就开你的宝马。行，不过大哥，有什么好处没有啊？没好处。不愿意啊？那我找别人。哎，别，愿意，愿意。就是，这真的没好处。呀，一看就是个成不了大事儿的主，鼠目寸光。人做事不是图短平快，也许你干了十件，只有一件有好处，但就这一件，够你吃一辈子。做事的时候，先不要想着回报，有了这心态，你才能往高走，懂吗？懂，懂吧？你懂个屁！终于失业了，哼，这不挺好吗？你又不损失什么，这是最好的结局了。再说了，你现在两个学生一交，挣的钱不是和上班差不多吗？还清闲呢。到时候冉冉来了，咱们正好多陪陪他，一解你我的相思之苦。怪不得人家说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一点都没错。我发现一个女的要是生了一个女儿啊，是特倒霉的一件事情。不是我重男轻女啊，我也挺想给自己生个前世小情人的。行行行，就算你给自己生个儿子又怎么了？你照样捞不着什么好。你再怎么疼他，等他一长大，你还是白疼。那至少前十八年是属于我的吧。那也不一定，现在呢他们孩子都早恋，只怕等到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已经不属于你了。再刨去以前的时间，你顶多也就只有十一年的乐。十一年就十一年，我愿意。啊，乐意乐意。今天礼拜几啊？怎么了？礼拜天我跟海藻要去接站的，到时候你跟小贝在家做饭，行不行啊？哦，我跟小贝，我们俩说什么呀？什么叫说什么呀？有什么说什么呗。不是，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见人小贝，他要是问起房子的事儿，问起咱首付的事儿，我怎么回答呀？这个孩子真是陷我于不仁不义啊。他们俩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就当统统不知道好了。再说了，你们男的聊什么不行啊？啊，美国那个什么大选，还有什么金融危机，非要聊家里的干嘛呀？听见没有？哦，可是我这人这么老实，我要是编不出谎话怎么办呢？你想死啊？夜深了，我还为你不能睡，黎明
明天的心情最深的灰，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对你的爱深不见底，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屏住呼吸，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我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我说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真的爱你。